我们接下来说语言有包含哪些特色？因为这我们知道语言分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特征，我们才能够给它实验设计，然后来做你所要做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对语言的特色来说，我找到一个1960年发表在《Scientific American》的文章里面有个 Hockett，他一个非常有名的语言学家，实际上写一篇文章叫做《The o r a n g e Speech》，就是人类说话语音的来源。他有一句话是这样子，他说人类是唯一一个可以用 Abstract symbol，抽象的字眼，比如说什么是自由？所以 Kenzi 刚刚的星星，他可能知道或是听得懂“自由”这个声音，可他永远不能理解“自由”后面的概念，这是一定毫无疑问的事情。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我们的语言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很高阶的内容，是要说明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这抽象概念似乎不在一般动物的沟通的内容里头。因为无论是蜜蜂或猴子， 他们所要沟通的内容都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被看到或听到的知觉特征的内容，而不会是抽象的。所以这样子的 ability 就是我能够知道某些抽象概念的语言系统有非常多的 features，就是它有很多的特征。所以 h a r k i s 把它分成十三个特征，说明人类的语言为什么是独特的。在他一九六零年的文章里面，他有列十三个不同的 features，包含一个非常简单初阶的，一直到非常高阶的。 所以他说，人类的语言实际上包含这十三个特征。第一个是它是一个声音的系统 （vocal），的，而且是借由 auditory channel。所以它这个图上第一的就代表是第一个，告诉你它是用发音的方式。以及第二个，它是一个 broadcast transmission 跟 directional reception，它是一个有方向性的，而且是扩展性的。所以表示你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我的声音，声音可能随着距离的远近会有声音变小，可是你仍然可以猜得出他在讲什么。 是 rapid fading，只是随着距离跟时间，这个声音就会逐渐的降低，所以是受限于物理特征，以及它是 interchangeable，就是它是可以互相沟通的，或者是可以因为你回馈听到你的讲话内容是什么，你的耳朵会听到你刚刚讲的内容，以及 total feedback，就是你说话内容实际上会在脑袋中再转一次，校正一下你讲错的内容，还有 specialization。 我在说的这件事情，事实上有个特别要说的内容。比如说，当我说“树叶”的时候，这个“音”事实上是很特殊的，只会紫色“树叶”这个字，在声音的层次上，“树叶”有个特定的发音方式来表示它。以及 s e m a n t i c i t y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这是，欸、请你传给我一个胡椒罐好吗？它有个语义的概概念，告诉对方我要的是一个胡椒罐，所以它有代表的是语言的内容。以及 Rb trainings，它是一个紫色的内容说明。 当我今天说鲸鱼的时候，虽然你没有看到鲸鱼，可是你听到我讲鲸鱼，你脑袋里面浮现的是一个鲸鱼的概念，有一个符号会告诉你，我们讲的是同一件事情。还有微生物 （microorgan），虽然你在生活中眼睛肉眼看不到它，可是当我讲微生物，每个人脑袋都会知道，可能是病毒，可能是细菌。好 d i s c r e t n e s s 就是它的声音的波形是不一样的。当我说出这个音的时候，它有很大的差异。OK，还有这个 d i s p l a c e m e n t、okay 还有呃，productivity，就是即使你要骂脏话，你也可以把这脏话无限延展成很长的句子，三字经、五字经、六字经到八字经，所以它是一个产生性很高的，以及最后的 quality of pattern，okay, 这可以表示出很多抽象的概念跟你的后面的情绪的系统。它区分这十三个 f e a t u r e 然后呢，它做一件很酷的事情，它去跨物种的比较，在不同的生物物种里面，他们所使用的沟通系统。 在这十三个象度里面，是不是都全部包括？所以它可以决定了它的沟通的复杂度。所以对于呃蜥蜴、鳄鱼来说，大象、猴子跟呃猿人，还有现在的人类来说，他发现到从大象开始，它就具备了这十三个里面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特征。在高阶一点灵长类，不但包含这六个特征，还包含了另外三项的特征。那猿人包括了另外更多两项，但是现在的人类包含了嗯。呃 中间的十三项，也就是在猿人之前有十三个特征是他们的沟通系统所具有的，但是现代人更包含了三个最后的三个比较复杂的内容，包含了 productivity, translational transmission 跟 quality of patterns okay。OK，所以它说明了语言实际上需要包含这十三个项目，而且人类似乎是拥有同使有这十三个特征的唯一的物种。所以他说，语言是人类最特别的一件事情。 所以语言就是我们所产生的 symbol。比如说，当我给你看一个苹果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在脑袋里面听到“苹果”这个的声音。然后，或者是当我讲“苹果”，你脑袋也会自然而然出现苹果的样貌，无论是绿色的苹果或是红色的苹果。而且，语言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力的说法。比如说，“转型正义”，所以你就知道这后面事实际上有很多的句子你可以操作它讲这些内容。可是，它可能原来只是一个旧的概念，但是你用新的说话方式，让它觉得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内容。 所以，我可以说跟了解语言的内容，我们曾都没有听到过。你可以瞎说，或是编造一个故事，一个虚构的也好，或者你听来的也好。所以，当我今天说一串很长的句子，它是完全不存在这个世界的。可是，你可以在脑袋中想到这件事情。比如说，有一个粉红色头发的投资银行家，他的左手六个手指，OK。而且，他在飞机上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把一个蛇杀掉了。 所以整个逻辑是一个虚构的，不太可能发生。可是你脑袋中可以看到这个内容，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当你在读《哈利波特》的科幻、奇幻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吸引人，因为它似乎从语言的内容中超脱到另外一个故事后面的想象力，让你觉得，诶，这个想象的结果让你非常的充满好奇心。以及语言事实上是一个 hierarchical structure，所以你一定要有特定的结构。当你在说一个故事、一个句子的时候。 它事实上需要有不同的 unit，不同的单位，无论是你音的层次或字的字跟字之间的层次，你都需要去进一步的分析。你脑袋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你才能够知道你说的句子是什么，合不合理。好，而且它需要有固定文法，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说明在文法的内容有哪些政治科学家需要去研究的议题。所以，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当你今天讨论 spoken input，就是 speaking 的时候，有几个语言学的字或是。 归类的方法，要请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第一个是 phonology，所以它指的就是 sound 声音。phonology 是我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声音如何被 decode，或是被你解码，去辨识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声音的讯息。所以它事实上就是 sound patterns of language，声音的形态，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形态。所以它事实上有些 combination，就是声音跟声音之间的连结是合理的，合乎你的 common sense，我们称为叫 are allowed。 比如说“端”注音符号的“端”听起来好像声音曾经出现过，它听起来就合理；但是 “noi” 听起来就不太像是一个有这个字去匹配的。所以你听到人家讲说“我要去买一个青蛙撞奶，noi noi noi” 的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不是讲这个吧？你应该是讲“端一端端一”。好，所以这声音一个是 OK，一个是不是 OK。那在英文里面，比如说你说 “snort”，你即使不知道什么是 “snort” 这个字的意思。 你会觉得这听音听起来好像没问题，应该是一个真的存在的字吧？但是其实字典中没有 snart 这个字，它只是声音的组成，让你觉得它听起来很 OK，是被允许的。但是 t r n a r t 就完全不 OK。那即使在字典中它是一个不存在的字，可是 t r n a r t 也不是生活中会听到的字跟字之间的组成。所以，我们讲的是在声音的组成，事实上有些规则是可以被允许，有些不能被允许的。所以你可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在我们还没进入到大脑的研究之前。 可以想一下，你大脑怎么样知道端这个音是合理的，“no” 是不合理的？明明都组成就是三个朱音符号说合起来的 combination。那 “snort” 跟 t u r n o r t 呢？声音的讯息，你大脑怎么去解析？这是合理跟不合理的？第二个层次是 morphology，就是到底怎么样组成这个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一个人的外形，头一定在上面嘛，对不对？头上面眼睛比鼻子还要高。 鼻子比嘴巴还要高，这还是脖子，这还是你的胸膛，这还是你的腿。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图片是这个人的的脸，嘴巴在眼睛上面，你一定想到这是鬼啊是！它不符合这个 morphology，就是外形的形态的改的外貌的规则就被打破了。所以它是一个 internal structure of word。当我们讨论到 morphology 的时候，所以它的最小的单位叫 m o r p h i n e 在这个 farm 这个英文里面“农场”这个字的时候，你加一个 er。 你就会知道，伊 r、ER、事实上有一个文法的概念是说，这是一个人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所以叫 farmer 是指在农场工作的人，他就是农夫。所以伊 r、ER、加上去，事实上多了一个叫 morphin e 的概念，告诉你它事实上有一些意思在那语言的系统里头。以及当你加了 ed，它就是一个文法的概念，说明这是一个过去式或者一个被动的情况。所以加了 ed 事实上涵盖了另外一层后面的意思。那如果你没有学习到这个意思，你就不知道加 ed 是什么内容或者表色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同样的问你自己：，你的大脑怎么样在看到 farm 跟 farmer 的时候，它有不一样的反应？以及加了文法的 e d 之后，你大脑怎么样侦测出你应该在一个句子中加的 e d？什么时候是需要加过去式？什么时候不需要加？你大脑是让上侦测得出这样的错误来。再來是 semantics，也就是你要了解我讲的这个句子它的后面的意思。事实上，因为 morphin 的加入，okay, 有得到很多背后的隐藏的讯息。比如说，我跟你说 the impartial judge。 r u l e the defendants guilty，所以这事实上有两个 m o r p h i n e 告诉你这个句子的顺序是这样子的。当你在 partial 前面加了 I am，代表是一个反义的或是一个否定的意思，它事实上代表是一个 bias 的，就是这这不是一个公正的 judge 一个法官。然后他事实上把这些被告诶判为有罪，他加了一个 s，只不过加了一个 s，事实上是一个小小的 m o r p h i n e 代表了一个意义，代表它是一个复数的概念。 你就会知道，今天被告不只是一个人，是很多人或者一群人。所以加上去的几个小小的英文字母，事实上它是一个 m o r p h i n e 的概念，告诉你这个句子本身所隐含的讯息包含了这些。好，再來是 syntax，也就是文法。所以它跟你所听到的 grammar 事实上是一样的，就是文法的内容讯息，就是你的字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是一组句子或者是一个故事，它的结构上是合理的，不会让你看不懂。 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写作的时候，你可能每个字、单字你都认得，可以当你写出一个文章的时候，或者一个五百字的摘要，老板会说我根本看不懂你在写什么，你的文法结构跟文法的规则实际上都是错的。所以在英文里面，它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名词在是，动词在是，形容词。所以你如果写成 “apple red is”，听起来就是你在说什么之类的。<laughs> 然后昨天我爸爸是生日，这蛮怪。昨天是我爸爸生日。 昨天是我爸爸生日。好，所以这个事要往前提，动词要往前提，才有办法完成一个句子。所以虽然你没有感觉到文法的威力，可是事实上，这个句子如果被重组之后，你没有按照特定文法结构来组织，别人是真的听不懂你说什么。所以在刚刚的这个四个层次，phonology、morphology Mor ph、semantics、syntax，这四个都可以被大脑的研究所抓住，也就是你可以去问大脑有没有。 特定的神经网络是来处理跟文法有关的、跟语义有关、跟字形跟语音有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我等后先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目前研究的现况是什么。但是我们怎么样研究语言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有几个类别，包含你们听到 linguistics，所以它是研究的是语言的结构跟语言的在演化的路上它所改变的情况，所以他们会去画这种树状图，就是 A 一、e、到底是。 什么 VPV 之类的？如果你是 Computer Science 或是你是啊、嗯、电机电子学院的学生，你可能会喜喜欢的是这个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计算语言学。它事实上是用语言的方法，特别是 Big Data 大数据。我将这个世界上所有听到的录音资料库或者是报纸资料库丢到一个啊、嗯、电脑的的运算里头，去告诉我哪一个字跟哪一个字之间连接的频率连接的强度是最高的。 你就能就就能够侦测出这个在打电话的人是不是恐怖分子？好，因为他常常在他的句子中讲到炸弹、美国，okay. 所以你可以从不需要去计算这种结构，你光去看每一个字跟每个字所排列的顺序，或是这个的内容，你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是属于高风险的，或是低风险的。你就可以从大资料库里面去告诉电脑说，我知道 identify 炸弹这个字，你去它的资料库中搜寻这个人所使用的频率，你就可以诶、欸、去计算出这样的结果。 以及有些人是计算到底在文法里面到底动词跟名词的配对、形容词的配对是什么，所以他就会告诉你，你所使用的某个特定的形容词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好像不太符合语法。也就是为什么在大的资料库里面可以告诉你什么样的用字遣词是合理的。以及另外一个叫 sociolinguistic，或或者或者叫 sociolinguistic，它事实上是在看你的社会行为跟语言之间的改变。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新移民到台北或新北市来住。 他其实并不会台语、客家话或中文，那他怎么样？为了要适应他跟人家沟通的模式，他除了重新学一个语言之外，他想要发展出一个新的技能去用语言系统跟人家沟通。这个就是接下来你会看到的，有一个大家可能常听到的是新加坡式的英文，非常的奇怪，因为它融合了广东话、中文、国台语，然后还有英文的特质。可是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英文系统，叫啊 Singlish。 或者叫 s i n g a p o r e a n English，你可以很快的在校园中定义找到哪些人是新加坡人，因为他英语非常的特别，虽然文法都正确。我只跟各位说，语言学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包含刚刚的社会语言学是跨文化的比较，这实际上是一个我自己也很有兴趣的主题。但是事实上跟大脑和认知科学有关的是语言学里面一个分支叫做 Psycholinguistic 跟 Neurolinguistic，所以你看、啊、p s y c h o 就不是精神病或者是有心理疾病的，只是你要研究我为什么。 大脑的心智，心智的内容要说出这样的语言的内容，所以它实际上关心的是 relationship among the brain cognition and language。我如何用我生气的时候，我能够讲出一个句子，让你感觉到我的愤怒，okay. 这是 p s y c h o l o g i n g u i s t i c 想要研究的内容，以及 n e w o l i n g u i s t i c s 也包含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的大脑受伤，他到底说话的表达方式是理解上有困难，还是他讲话的句子、文法、声音、语义有出现一些落差。